喂，哎、欸，我去买仙草，你要吃无？仙草啊，好啊，我就买啊哈。啊，讲几顿啊？啊，我买完就顿去啊。好啊，今天啊。好哈、啊。比较济啊，好好好好好。啊，我出来，你别出。嗯、啊。啊，你公鸡出的。好，公鸡出了。好好好，公鸡出。好 ，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来去买仙草。买仙草那么多，没看这些，对啊，对啊，买很大的，不然我们就买很大一桶的。哎呀，你考到驾照可是没有车开，叫一下干爹啊。对啊，叫一下干爹就买给你啊，叫一下，快点，他在等你，你看，他在笑，他在笑，他在等你叫，我要叫，叫没有用。对，到了，到了啊，那边仙草，仙草，对啊，哦，为什么仙草要买？这很大碗哦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今天买什么仙草？今天讲你上买仙草，最新最赞的仙草。等下带你们去看。老板出钱。刚刚有个老板自己说出钱嘛？对，他说别当闹鬼，那是要被其他仙草。没几台呢，我们五个人呢。你觉得可以吗？考完驾照了。很好哎。驾照领到，但是要弄台车给他开。干爹。干爹叫亲爱的都送了，没有了，那肯定租他的嘛，也买一台。对，我们进去看吧。哎、欸，他挺忙哎。这什么像？这很多。是兔吗？这个别忘了。可是这个对你来讲会不会太大？还是这样，修理车。啊，也是脆了。最贵的，最贵的哪一台？你上最贵的目前没在这里，我是要 GTR。GTR。对对对，刚好没有在这展，节目我就买了。啊，这是 T 的。这是 T 的。对啊，是 T 达、啊。T 达不错啊，还是你 T 达就好了。不要，我要选最好的，干爹出钱。对啊，地府叶子，新的。啊，我觉得电动的好不安心。有可能随时没电。对啊。换什么了？啊？鲁宾呢？鲁宾呢？长得蛮普通的呢。肉眼看呢？这个四电车就大概是这样的。四年后也是这样。换这个、啊、最夯的，对啊，换 Kiss 好了，卖最好。对啊，买 Kiss 送你 Kiss， 谁要 Kiss？ 他买 Kiss 给你，你要送 Kiss 给他，是这样。那我他不只要买 Kiss， 我要买比较更有谐音的一点。Kiss 不要，啊不然。那个橘色的还蛮好看的吗？对，什么？几个伞啊？好，六伞。先闯嘛，我就买这台。老板说买仙草回去，我买一个仙草回家。那你要买一台就好了，是定五台，可以呀、啊。五台，你要包色，包色，包色。那你要不是找干爹，你要找郭台铭。黑屋顶，黑屋顶哦。嘿，他内装还是那个橘的，蛮帅的哎。哎，你看，这么难，平把嘞，平把，对啊，平把的。平把是什么意思？下面这边是，这边是平的、哦、啊。比如像老板那么大的人，那么大只、哦，对，才可以出来、哦。像你是不会啦，女生就不会这个问题。好，干爹就这台了，就这一台了。怎么选这么快啊？哇，果然不是花你自己的钱都选很快。不行，我们要试一下。等一下我们请找一个人来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去找一个干爹走。好，我找到了。你的口罩是跟这个要故意呼应的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个等级有几个等级？三个等级。最低的是。多少钱啊？有什么推荐版？它是73万9，73万9。中间的是尊爵版，尊爵版，价格是79万9。那它多的是一些安全性的配备。嗯，对。那比如说360度环境跟，所以中间那一款就有了，低阶的没有。对，环境的部分，顶规的一定都有。顶规多少钱？83万。真的台，真的台。不用花钱，你看都有，差10万，你知道吗？最高跟低阶差10万。最安全的，最安全是不要开车的。我等一下，我们可以试乘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今天刚拿到驾照可以开车。今天刚拿到驾照。对对对，可以啊，有驾照就可以。所以你看，车真的不好卖。车子不卖。对，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卖车，对，用生命在卖车。不然好了，先介绍一下好了。那先跟你介绍到这个我们的这个7寸的数位仪表板，那它可以显示的资讯有蛮多的。
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的内装就是跟我们的车身是要做一个选配的这个部分。配屋顶也是选配的吗？对，干爹可以吧？他说没有，哎，他不行。干爹已经到极限了。要破灯。好，那我们要去试乘看看吗？走了，我们去试车了。他跟你们介绍一下，我们这台车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功能，就是它可以用我们的遥控器预先发动我们这台车的冷气的这个部分。所以你现在看到车子的话，它会发动吗？对，它会发动。要按解锁，对，它就会先上锁。按上锁，再确认一次上锁，因为你车子不能打开。我知道，知道。对，然后再去发动，然后它就可以去做一个云端的这个发动的这一部分。耶，新车。耶。对，有后座出风口。有，有后座出风口。啊，这空间蛮大，两颗，两颗拳头。你要整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。比想象中还大。所以说别的等级就是没有那个萤幕，旗舰版是没有萤幕的。对，尊爵版跟尊爵之下版是有萤幕的。138匹，然后扭力是17.2公斤扭力。对，哦，这是环境。对，这是环境部分，那它可以去做3D 的一个显示。对，那它可以去切换，让你有不同的角度，可以让去看到我们车四周的状态。这样不用怕了啦，你看你这 OK 的停车没有问题，这样就不用看图，不用看这个。屁啦，不想看那个就好了，超过20就没有了。好，后赛吗？不错，小七要不要来？你认真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脚刹车是什么。你先位置先调好，先调整我们的座位，然后跟我们的后视镜。你紧张，你紧张，我会紧张。阿呆又流汗了，你补油门跟啊，补油门跟去啊，你感觉一下，我就给你们，给你们了。女赛车手了，他的教练是杀手男的，不是驾训班吗？驾训班，驾训班了哦。光源，那如果是前面有没有？像是几颗？你看一下，一二三四，哇，四颗嘞！四颗，我三颗哎。哦，我往前了啊。这你看，我是手抓一个手肘哎。对啊，只是说因为他做的比较流线，流线对。所以这个头部空间会比较小一点。你看他很紧张，前面有人。我看到。然后没有看到啊？没有。这动作也没记得。它有防追撞的这个功能，然后它还有针对行人的部分 ，PIEB 可以做一个防追撞的紧急刹停，防追撞的辅助。所以前面有人，它就会停下来，就对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有这个功能，我们两个比较危险。突然停下来，后面被撞，是我们两个比较危险。为什么我们坐后面？对啊。我要出去啊！对，你要出去。对对对。想问它有几颗气囊？六颗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，方向盘一颗，前面一颗，副驾一颗，对，脊柱，对，啊，还有一个椅子，啊，你那的，我，你用看的就知道，哇，狂了这样。如果这边会有，就是 A B C 柱，哦，可是它有些像这个就是气垫，这样都是做气垫，整排的气垫这样。对，气垫有些是写 A B C， 可是它还算一颗，它不是算六颗哦，记得。啊，好看吗？对啊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哎，比刚刚的亚瑞斯好看。可能甜了。这个单位的亚瑞斯人比较多，所以要踩的油门比较大力。没有啊，泰山一个抵三个啊，他下车等于就下车。对啊，很多个。我坐后面比较还好，坐前面比较紧张。啊、你刚看起来是不紧张啊？我一直拿那个锤子，快被我捏破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欸、而且这椅子蛮舒服的呢。好啦，快点啊啦。买啊！你买啊！我买。你嘛买一台，买两家。啊，公司出钱。头家咪讲要买。哦，好啊。对啊。头家咪出，我就买。本来想买一只试看的，买行业啊，想买一只，咱先试看。哎，等一下就直接开进去有没有？看到一个穿黑的跟白的。撞下去。对，把它撞下去。阿瑞，开新车好不好？哎，没空理我。他现在很紧张啊。现在紧张。对啊，开进去，停好，停好。你看我的位置多大？哇塞，我比阿法还大。哦，这比坐那个云霄飞车还刺激。是。对，连云霄飞车还是道路先生都不知道。对对对，决定好要。云哪嘛？没有啊，这台。
清朝的那种。对。那里面坐啊？花钱了，花钱了。耶、yeah, ，买车买好了，老板说要签草，我已经买好了，热乎乎的现场。买回去给他。买回去给他了，对啊。不是他付我的吗？给他爽一下就是你的。你觉得老板会一直开这台，还是看他的BMW？ 对不对？好。对啊，我们有机会。好了，回去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回来了，现场买好了。对，这是我们的。这个怎样？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我先照背上来啊，你背起来。我背修先照哦，但是我刚刚无搞，我都背什么？背修先照上我这个先照。你敢笑草啦？有没有？你坐新路当阿栋啊？我背我，背难笑了，怎么背啊？多了背啊！你看，背了三万五，是不是啊？哇，押金十万哦。这假的啦！是的，那你讲咩？啊，你买这种啊？你唔讲我先找公司出钱，公司出钱是这啊？我借我借啊，还给。公司出钱是这啦？是这哦，比赛啊！我你签没？我操你耶！没有，太难啦！你不容易，伊袂甲你骗吧？无一定哦，无一定啊！你会不会糊弄你老爸？不会啊，看有没有好处啦？看有好处，那如果有咧，一样啊，对啊，叫骗。家己要开进来试车，互观众朋友看。对哇，会使啊，啊，今日要试。啊，科P试完加价三万，科P特试版。哎，你哦，那种上鬼啊，耍妹啊，哦，你展示间那个地方，来自己挑一台，把名字让我走，你让我走，你搞自己。我想到我叫概念表，你给概念表。已经被你帅完了，我跟我们帅啥？帅啥？你再问题无？你敢问？什么比赛？真假？你跟我们过回给他斗鸡吗？无咧，苏妈妈，那个是苏妈妈偷给你做爹啊！马上卷上刹车，不然就是哦，他塞塞气完了，上好妹妹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合约会签啊，十年的约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那上古呀，隔壁呀，有没有看到？真的男人就要跟隔壁一样。拍他，不要拍我，花钱的在这边呐，花钱的在这边呐，我得。欸、我脸上都无看到，我刚看是本新路的啊。我有跟你讲哦，我有开扩音，有六秒。公司出，对，公司出，人安尼创的啊。一般听规讲，如果你打三个呼就是答应了，你滚嘛，三声啊，同意了。啊，你讲我有当我打倒呼吸器的时候，什么包内拢我的啊？你穿袂滚？你讲，袂使安尼啦。高家毛利做，毛利去帅了，够吧？哎，食仙草啊！哎，足贵哦，我食。三秒之前我才看到这本尔的，哈！哎呀，讲电仙草，你啊！哈哈哈！老，老，你啊，太高啊！老赖啊！啊！哇，看他的抽面纸的那个姿势很顺畅，一级干系四抽 A 啦，那你无干，你两抽啊，就是男用和女用无干，两无干，你是咱的两杯，你有正常的嘛，对啦吼。高级合伙人科比出去，一弄妈花八十几万回来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叫他出钱，我不行，反正大家认识那么久，我真的漂亮吗？你有去看吗？你是说业务员的女生？都是，他是因为女业务员。甜蜜货都没有，干这样你们也买得下去？哎，你干八百块起价，谁改啊？好啦，好啦，这个钱花的值得啦。活了四十几年，第一次买新车，自从那个老婆是新的以外之后，没有买过新的东西。好啦，他花这个钱当真是买值得，回来试一下。其实我也蛮想试一下。好啊，卖过船啊，卖过船。好了，你先抓到新疆港贝罗呀，你卖公阿仔，你已经买过了。空间还不错嘞，空间那边才更加，那边空间正啊。我当初我交了四个拳头，我看几回了。丢啊，你卡地丢，你他妈的！哎，一样如果上头前，搞不好无搞过坐坐垫。你怎么知道？好了，卖过船啊，先开了，卖过高钱啊。去去去去去去，
去。结束了。很艰辛，这个很艰辛。很艰辛的。要消费，要招一起去。是好，我决定我停路边了。好。我觉得这个隔音很好哎。我刚刚也在想，可是因为我没有坐过其他车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我刚刚是走路来嘛？怎么？我记得。哇！枪爆！枪爆！有点冲。哎、欸，要看一下车，看一下车。